敬拜你到永远。
敬拜你到永远。耶稣，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耶稣。是的，主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就是单单的来敬拜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是这份永不放弃的爱，比山高，比海深。主啊，我们要用心去爱，把这份爱活出来。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让
世界，好不好？举起我们愿意受差遣的手。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心。是的，主啊，我要回应父神你的爱，我愿意让神你来差遣，成为人的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是的，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是的，父神是这样的一份爱，填满了每一个空虚饥渴的心灵。主耶稣，我知道世上唯有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深，是一份永远不离不弃的爱，满足的拥抱我们，激励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让我们每天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就因为靠着父神你的爱，成为我们前进的力量。哦，是的，主啊，我知道唯有当我们停止使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全心全意将自己交托依靠你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神啊无比奇妙的救恩。是的，主啊，主啊，我们愿意让你来使用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热情的火，教导我们用心去爱，把心中这份爱向人活出来，让自己成为祝福人的管道，向世界活出父神你的爱，见证父神你的荣耀在人的当中。是的，主啊，主啊，使用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父神你祝福人的管道。哈利路亚，赞美父神，好不好？让我们将荣耀归给耶稣。是的，是的，摆上你的愿意，摆上你愿意受差遣的心，来到父神的面前。是的，父神，这是我们向神灵回应我们的爱，你爱我们的这一切。主啊，让我们的一生都走在父神你的道路当中，让我们的一生都活出父神你的爱，让我们的一生都见证父神的荣耀。是的，主耶稣，谢谢赞美你。我们也要用主祷文一起开口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再次将掌声归给神，赞美耶稣。是的，谢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那我们请坐。我们请读经的弟兄。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节共有四处，第一处记载在诗篇63:8，我们一起请。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第二处记载在诗篇62:5-6，请。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第三处记载在启示录二章四节，请。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四处记载在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们。以下让我们一起关心本周的教会消息。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是这礼拜的教会消息主播，我是心如。嗨，我是安吉。我们这礼拜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等一下我们要看到，是一个征才广告，我们要征钉钢板的工人。钉钢板，我知道是这个，不是，那是钢铁人，钢铁跟钢板不一样。对，那我们的钉钢板呢，我们需要年薪力壮的，那它是日薪制的。如果你想赚钱，每天拿得到钱吗？你也想要学这个技术的话，每天拿得到钱的话，要问现场叔叔。电话几号？0932702385。哇，很好记耶，是不是？有空都可以打给他哦。对，因为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打给他哦。真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找爱餐的童工。你这一班有没有吃爱餐？我觉得超好吃的。那面煮的超好吃，很多人在排队，我都排不到，超想吃的。这礼拜听说都煮得很贼超，对，但是因为随着教会的人数增多，我们也需要更多需要爱餐的童工。需要你啊，真的需要你，需要爱餐的童工。所以如果你对爱餐有负担的，请你跟现场叔叔联络，电话一样是0932702385。我们需要帮忙开接驳车的童工。接驳车。对，我们因为很多人呢开车停在安平国小，然后呢要到教会去，所以呢在这一段路程呢，教会很贴心的帮我们准备了接驳车。我们需要更多的童工来参与这一项的事工。欢迎来参加我们这个事工。对，另外呢，我们也需要交通指挥的童工。如果你有兴趣在交通指挥上面，然后也很能够希望能够参与服侍，欢迎你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侍。一样请洽我们的总务同工现堂弟兄0932702385。又是这个电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节日，2月28号，和平纪念日。对，也是你生日，对不对？没错。对，汉景228生日。我跟你说，我帮你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什么礼物？来，我们的好，我帮你准备了一张票。这个票是什么票呢？这个呢是2月28号呢有一个228的70周年纪念音乐会，然后它的主题是咱的日子，咱的歌。哇！地点在文化中心，时间是晚上7点。啊，这会庆祝韩杰的生日。好，那压力就多。那还有票的话呢是免费的，对，请到行政办公室索取。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门训要开始了。我们的门训呢，在3月18号开始。3月18号呢，我们首先要开始我们的领袖退休会。退休会啊。对，这个退休会呢，会帮助我们呢，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意向啊。对，成为一个有意向的耶稣的门徒，让我们能够更真实的明白耶稣给我们的呼召，进入教会的意向里面。还记得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2020。我们的目标是今年能够带领300个人信耶稣。所以呢，邀请大家呢一起加入这个意向的河流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Amen。 请我们的报名费是100块，但是如果你有我手上这本讲义的话，只要付餐费50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有这本讲义，请你不要忘记那天要带来哦。
好，接下来呢是3月25号呢，是我们要开始的代祷学校。代祷学校呢，是帮助我们更加的知道怎么样能够来为我们的国度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啊！我们的报名费呢也是100元，如果有讲义的话，这一本绿色的讲义，请你也带来；如果有带讲义的话，也是50元。我们的报名方式呢都在我们的微杂志上面哦。啊，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报名，也可以纸本跟穆恩报名，可以在网络上报名。我现在就帮韩吉尼报名。那就是带2本，那就是100块；报名2个就是100块。交给我，谢谢。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FM89.1 南都电台，我们有3个单元。第一个是在每周日早上8到9点的天桥之音单元。在2月19号我们要播出的是第142集，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祷告与恩膏。对，接下来呢是第二个节目，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我们播出的是真情相遇单元。真情相遇。本周专访的弟兄呢是林家伟弟兄。我认识啊，虎脚虾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见证。耶稣使我重新得力。Amen。接下来的节目是晚上11点到12点的古典乐心灵鸡汤第137集。这礼拜要介绍的是第4号交响曲《浪漫降一大调》，是由安东刚，不是钢铁人，是布鲁克纳奥的第4号交响曲，浪漫，很符合这礼拜的情人节的主题哦。邀请你们跟你的情人一起来收听。以上是我们这礼拜的消息，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个是牧师啊，对，牧师。以上是本周的消息报告，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李宪平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请向各位人请安一下。每个礼拜都有很高兴的事，有很多伤心的事。快的事是很多年轻人要结婚，有很多小孩诞生。但伤心的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断的离开我们。我这个礼拜为了一个使长老做告别礼拜，那么在未来的礼拜六要为汪笨虎弟兄做告别礼拜，那么在昨天下午又有一个老弟兄也过世了，所以的确在冬天这个时段呢是死亡的兴盛季节，我们可能要小心自己的身体。我教会的医生都要提醒我说要多穿一些衣服，多盖一些棉被啊。以前我都很少盖棉被，就觉得盖棉被的确是很不舒服的事情，所以呢我一辈子都是盖毯子，直到最近呢才开始盖被子。我真的是想到年纪越大然后身体越衰弱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保暖，也很需要神的同在。这个礼拜当万笨虎弟兄过世的时候，我在思考几个问题。我的确是不太认识他，但是我为他受洗，我跟他施洗，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非常的爱主，就带着他信主。他信主大概在3-4年前，他生病了，然后呢我去跟他传福音，大概有几次传福音的机会，那我就送给他十字架。他就把那个十字架从3-4年前放在他身上，直到今天，他还是用金子打了一个项链，把那个十字架挂在他的胸前，天天都抱着十字架这样。我在跟他谈话的当中，我才会发现到他早期是读辅大的哲学系，其实他是去读神学院，也就是要去当修士的那一种。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对神的认识不是很深，
所以读完了之后呢，就也开始变成哲学，然后开始在社会上工作。有一阵子他入夜了，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有一次入夜的三年，但是只有关两年就出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入夜，他很坦然的跟我说票据法，跳票了，然后被抓去关这样。他说他进到监狱的里面有一颗心，就是要开始借着监狱的生活开始写作。哇，这个实在是人家想不通的，开始写作。所以他第一本的著作就是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叫做《阿巴的情人》，你知道吗？你没看过这个电影吗？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人的悲剧，他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的。那也看到他写的什么《厦门新娘》啊，写的哇一大堆的书。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电视制作者，也是一个导演，到最后变成一个名嘴，有没有？很多台湾的妈妈很喜欢他。讲到这个万笨图的时候，这些妈妈们都会笑这样。他能够把非常简单的国际情势用很简单的台语讲给这些乡下的阿公阿妈听这样的。所以大家听到万笨虎就会很狂热，对他很狂热的请举手一下。他有一两次来敬拜，那些阿妈看到他，哇，就一直跟他握手这样哈。他礼拜六要在我们教会做告别礼拜，我希望各位有机会来参与这个告别礼拜。那么我就问家属说谁会来啊？他说。很多政要都会来啊，包括什么前总统啊，然后我就问他说是阿扁还是李登辉，他告诉我说可能都会来，我才知道哇，原来他也是重要。那我就问他说，蔡英文会来吗？小英会来吗？他说他可能会派副总统来的哈。所以这个礼拜可能我们教会的礼拜六下午可能会坐满很多那一种你从来在电视上看过没有亲近过的人。我发现到这个弟兄真的给他一个信仰之后，他坚信神，所以抱着十字架。在去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牧师，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在诉说着神怎样的保守看顾他，在这三四年的当中神怎样保守看顾他。他也跟我诉说他是个公众人物进到教会呢可能会引起教会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骚动，因为他也知道教会的立场不能讲政治所以他常常在家里祷告灵修亲近神。在有一段日子在成大的 ICU 还没进去以前，我去看他，他告诉我说很奇妙的是他在医院里面遇到的护士遇到的这些物理人员都是天桥教会的人。到底天桥教会有多少人呢？他到台北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很难挂，非常难挂，然后到时候挂到的时候，进去的时候，那个人看他的病情的人也是个基督徒，而且那个医生他也知道天桥，也知道我的名字。我就知道好像我名字现在有点变好了，你知道吗？以前人家听到天桥就开始骂开始骂最近有人听到天桥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比较有点香气所以鼓励各位这个礼拜六能够来参加这个他的告别礼拜好像我们能够有一些见证。那么呢，礼拜六呢，也期待着各位弟兄姊妹，你是男生女生无所谓。你能够出来做一些交通指挥哈，请你向现场报名一下。你是男生是女生，你是老的或是年轻的都无所谓，你应该出来做一些服事。我再提醒各位哈，这些交通指挥，因为那一天呢人会很多我们这交通指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且要非常的热情所以邀请各位呢，那一天呢你能够出来做交通指挥。上个礼拜天敬拜完了之后，有一对要结婚的夫妇来找我要学谈，那我在讲到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来敬拜，我就问他说，你今天几点来敬拜的？他跟我说12:20。
我就问他为什么12:20，他跟我说他从10:40到的时候一直找不到位置，找到12:20人家回家的时候他才找到位置。他们本来要回家的，已经找不到位置了。我今天也看到那些阿嬷，今天早阿嬷很早就来，那些阿嬷70-80岁的阿嬷，他们来到教会了。他们很热情，每次我看到这些阿嬷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喜乐。他们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像20几岁一样的，虽然有一些皱纹。我说为什么这么吵来？说根本没有位置停车，你知道吗？牧师，我说哦，你会叫我牧师的，没有地方停车，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要停车。他跟我说要给他们一个松年的位置，你知道吗？好叫他们停车。教会的确太小了，我期望着我们的教会在今年呢能够搬到新的会堂。很多人在问我一些事，那么这些事呢，你如果用理性去想的时候是想不通的，那么你如果用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是可以看通的。属灵的人才能够看清属灵的事，属世的人才会看清属世的事，但是属灵的人会看清属灵的事以外，他还会看清属世的事，而这是一个奥秘，他这个奥秘。所以有一些人在一直问我说，牧师你讲的很多故事，那种好像很神话式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说，你当你要读经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怎样，都是真的，所有的神迹奇事所发生的都是怎样，都是真的。当你这样去相信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了很多的破碎。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要领受神的能力的人，领受神生命的人，必须领受神的恩膏。这个恩膏的做法就是说，我必须死，致使我过去旧造的观念，致使我过去的理性，致使我过去所受的教义的这种局限，我必须要致使我过去的生活，我过去的经验，我都必须把它放下来。然后呢，我必须要很甘愿的去把它致死掉，把它放弃掉，很快乐的把它放弃掉，而且我要复活，让神的新的生命就复活在我的里面。不止这样，我要复活出非常有香气。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香气就很麻烦，我们带着臭气的话就会很麻烦，你知道吗？最近是看一个弟兄他是一贯道的，也吃斋吃了10几年，然后最近因为他在信仰上有些动摇，所以就跟他太太上教会。那理论上他来上教会，我就去看看他因为他是一个常常在电视上我常常看到的一个弟兄，看到一个人，他也会养鱼，养那个叫做就不会弄40公斤，你看一个这龙胆石斑那种，养了很多。我问他说你到底养多少啊？他说养了40-50甲，你知道40甲，然后我真的是厉害。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又拿了一个东西给我，牧师你看看这个东西好吗？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说这个放在冰箱里面1小时之后，说冰箱的臭味都不见，而是天然的这样的他发明的这种东西有台湾专利根本不晓得卖谁，所以就放在桌上自己看，你知道而且我一闻的时候那个香味真的很香，真的很棒。我说你要放在哪里？他只告诉我说他放在冰箱里。我说不止放在冰箱里，你知道可以放在哪里吗？放在鞋子里，放在厕所里，放在工厂里，你知道。他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他是个研发者我就问他说你的研发到底怎么来的？他说忽然之间就有个启示告诉他做些什么工作那做的时候他就会很顺畅这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神在启示人，这种很奇妙的东西都超越了你的脑筋的限制，有没有？所以我鼓励各位，你不要一直在我人间打转，在理性上这样打转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有很大的能力跟我说一次，我是神的儿女，我有很大的能力你要相信你身上有很大的能力。那么神会高摩你的时候，这个神的能力进到你身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是神的高摩，他高摩你的时候，你的身上就会发光。有时候人家看不清楚的，你知道看不清楚的我也不知道我会发光，是我去问人家祷告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看我，都会这样的蒙住眼睛这样看我，然后这样看我，然后不然这样看我。那有人看到我就会
冒汗，你知道吗？哈，吓到说，哎，牧师怎么看到你两脚发抖，然后会冒汗，你知道吗？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们会冒汗，会害怕。我就知道，哦，原来这叫做什么？叫做恩膏。那以前台湾南市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餐厅，叫做木棉花、木门道还是木棉花、木门道哈。那个老板忽然之间打电话给我说：“林牧师，我们全木棉道的人决定，全所有的员工都在信耶稣。”我跟我想了，一共只有信耶稣，我们的生意才会好。哇，真的，这是那个老板就将所有的员工带到马可楼，大概二十几个，你知道吗？哇，一次就带二十几个信耶稣。那么呢，这些孩子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信了耶稣，很奇妙一件事。嗯，这些孩子们看到我的时候就哎。这里好像怪怪的，那一个一个倒下来，一个倒下来，这样，哎，我才发现那叫什么？叫做恩膏。你们看到韩吉那么可爱，对不对哈？韩吉有没有？他小的时候肾脏就坏掉，他的爸爸就开始找名医为他医治，没有办法。到最后呢，他是个天主教徒，就找这种神医为他医治。你看，神医就牧师这种人呐。然后他跑了很多教会，有一天呢，一个牧师跟他讲说：“你只有去找一个人叫林献平，知道吗？”他说：“林献平不是以前在打麻将那一个吗？是他同学吗？”他吓昏头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怎么可能呢？哦，他就带他的那个他爸爸就带着韩吉到马可楼来。哎，他说：“献平啊，是你啊，真的是你哦！哎，怎么麻将变成神棍呢？”哇，这个差距真的很大了，这个差距太大了，他一直没有办法受得了这样。可是那韩吉看到我的时候，韩吉大概忘记了，韩吉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怎样，就倒了。我才发现到，其实神不在乎你过去的罪恶。安平，你听到吗？哈，啊，神是在乎你怎么样拒绝你过去的败坏。你过去的想法，你过去的观念，你过去的看见，这些东西成为你的捆绑。当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会把神的话一直放在我的里面，然后一直不断地借着神的话来喂养我的生命的灵。我都相信所有在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它必然也要怎样，也要发现。而我也一直想说，我必须要把所有属世的一切都放下来，我必须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必须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真的好，汪笨福过世了，他其实不姓汪，也不叫笨福，他怎么会起这个名字很怪，他只是起一个笨福笨欧啊，其实他不笨，你知道吗？他叫王振瑞 ，OK，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哦，看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我就看到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他的更新变化，他以前是中国派的，然后变成什么本土派的，有没有？而且是极端的本土派。他会抓住着这个时代的需要去改变自己。那我在想说，他已经这样的过世了，一切都成空了。他的哥哥，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长得非常像。你不要以为他还活着。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说：“哎，你不是躺着吗？怎么现在站着这样？”他说：“我是他弟弟，然后真的太像了，好像连讲话的声音都像。我本来跟他讲笑话，说你根本不要宣告你哥哥死了，你就来当笨福就好了。”但是他也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胆。我就发现这个人也死了。有一天李登辉会死，你知道哈？到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天堂，不是在神里面？你活着要做什么？你如果一直想着这个世上的人事物，你会被人地上的人事物怎样捆绑住？你会常常跟人家比较，你会常常跟人家产生摩擦，心中充满了积恨，然后恼怒、生气，这些东西会塞满你。这种塞满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神亲近的。前几天我在讲道，讲完道以后，一个姊妹来。跟我说，牧师，你今天讲得有够好，我翁今来听吼，一定足好个啦。我翁今就是无来啦，你知道吼？伊若来，一定听你讲到你也悔改。我在想说，其实要悔改应该是你吧？我
就常常想说，我们读经为别人读，连读经都要吵架，你知道吗？连读经都要吵架，有没有可怜的这种很可怜的人？所以呢，当你跟神亲密的时候，你会顺服神的话。所以你看看圣经哈，你看一下圣经，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书。我希望各位带各位读几个圣经节，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书。OK， 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的地方，第七节到第八节，跟我一起来读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他这样说的吼，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样藏在你们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样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怎样就给了你们，就给了你们。那再来，你看一下，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OK， 当你在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让他的话就在你里面，你也在神的里面。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完全百分之多少？百分之百的要相信神的话。我最近呢在读约翰福音书，读到第二章，我真的非常感动。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妈妈被邀请参加一个宴席，那个宴席呢很快酒就喝光了，那个妈妈就跟耶稣说他们没酒了，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妇人，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好像听起来是耶稣不做什么，可是他的母亲呢，跟孩子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知道他跟他说话以后呢，这个孩子一定会去做，所以那个母亲就跟佣人说，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结果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所有外面的水羹，六个水羹，用水都把它填满了，把它填满了，填满之后那个水就变成什么好酒，你知道吗？你看看，有时候你如果没有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你祷告了，神不应许了，好像不应许了。可是你要知道，神喜欢人，神爱人，他很喜欢祝福人，所以你必须要重新改变你的想法跟观念，就是拒绝了过去的一切的罪恶黑暗，然后把你内在的这种思绪所过的生活依靠属世的经验，依靠属世的能力的这些人呢，你都必须要把它拒绝掉，然后回来完整的依靠谁？依靠神。唯独依靠圣灵，依靠神，你才能够成事，你才能够怎样在神的里面成事。然后呢，你依靠神之后，你会看到神在你里面呢开始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我鼓励各位，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跟神用很多花俏的语言去感动神。我跟公开哈，很多姊妹会用很多花俏的语言去赞美耶稣，去说话感动耶稣。有很多人在需要的时候用很多感动的语言想去感动耶稣，你知道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有没有跟神好关系，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跟神那个好关系，那个关系在的时候，那个亲密的关系在的时候，你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常常怀着一种意念，就是耶稣一直爱着我，耶稣一直引导我，耶稣一直看顾我，那种心智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跟神的关系就是你最美的一个生活跟祷告。我在提醒各位，我在提醒各位，很多人会这样啊，我以前也会这样，我很久没有祷告，忽然祷告要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到神的面前跟他神啊，我很爱你啦，求你啦，赦免我的罪啦，哇，讲了一大堆啦，从今以后啦，我一定会悔改啦，我一定要做一个你的好门徒啦，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你啦，讲到一大堆拢吼，耶稣在边啊在听，这种假。你会发现到我们常常会骗耶稣，讲了很多花俏的语言来什么来骗耶稣，也不按那些是假的还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
其实不是，所谓的祷告，你要得到能力最大的方法就是什么？跟他有一个好关系，你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就是一个好关系。我的女儿最近跟我说：“爸，我自己要去 Reading 读书，在这 Vessel 那个天国文化那个地方读书。”我说：“为什么？”他说：“那里好山好水，又啊神同在，整个城市都神的同在，没有犯罪率啊。那个还跟我说水非常的清澈，而且很多的鱼，你知道吗？一公里一样，我得就兴旺了，就兴奋了。”啊，我就跟他讲说：“哦啊，这样哦，啊，你也就读书很好啊。”他说：“爸，我要买房子。”哦，好可怕、啊，你知道吗？我要买房子，我在温暖，你知道吗？我说：“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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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爸爸筹划一下啊。”你要筹划多久啊？你要给我一些时间嘛，你知道吗？给我一些时间呢、啊。我说：“哦，爸，啊，多少时间？你看了、啊、哈？啊，我说我要祷告，祷告。”我就跟他一直在跟他讲啊，其实我们做父亲的，对不对哦？他要买房子，要不要多少给他一点？你知道我常常给他一点，你知道吗？每年都给他很多点。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总不能拒绝他说不要，不可。即使我讲不要，还是怎样？还是要。我这很恐怖的，做父亲很难的，你知道吗？啊，你要相信罗马书第八章这句话，你要永远的怎样放在你心中？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你看这罗马书第八章的地方，你看到、哦、来，我永远抓住 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神有好的关系，我是神的儿女，我跟神有好的关系。你看一下来，你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乃就害怕；你们所受的，乃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那在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呼叫，因此我们呼叫什么？阿爸父。再来第十六节，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再来，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一同跟他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到什么荣耀？我们一同跟他受苦，也必然得到什么荣耀？而且呢，这里我最喜欢这里了，既是儿女，便是什么后世？我是神的后世，然后我是承受神产业的后世。我再跟各位讲，你跟我说一下，我是承受神产业后世的。啊，你有好业不？这是关系，这个关系是他的应许，是他的祝福。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个关系，也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应许。你只要跟他关系一好，不要离开他，你知道吗？即使离开他，再回头，神也会报你。有一段日子，因为股票输太多了，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回到你面前，因为神给我的祝福呢，我两年就花光了，你知道吗？”有一个长老就告诉我了，我那个时候没有祷告，说：“李牧师啊，那个钱哦放在银行是不好的，你知道吗？利息很少啊，你交给我呢啊，我就替你做股票，一年大概有12% 可以赚这样哦。”我说：“我、哦、啊。”这样好吗？他说至少呢比放在银行好。我就拨了一笔钱给他，你知道，拨了一笔很大的钱给他。拨了之后呢，啊，你就知道啊，两年回来之后，比如说2000万，感谢主，回来之后还有1/10放在银行部里面，你知道多少钱吗？200万。哦，有够恐怖的。那个时候呢，我才发现到严重了，你知道吗？我的儿女要读书，要到美国怎么办呢、啊？我必须每天都读那个浪子回头，你知道吗？我就跟着主啊，我要回到你面前，我到世上把你所有的财富都花光了，在外面真的很贫穷，我要吃猪吃的东西，我才不吃，我不能吃。我知道我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什么可以吃的，有好料，你知道吗？至少会宰牛宰羊嘛。我就回到神的面前，我就常常跟神说：“神啊，拥抱我，亲吻我。”然后前面加一句话：“赦免我。”我就跟神说：“神啊，斩断那一切。”斩断了，斩断那一切。我不知道股票买着要放着放长了，最好是放长一点。可是呢，我们就是听那个长老杀进杀出，我就叫他杀一天，杀一天，你听懂吗？今天早上买，下午卖；今天早上买，下午就卖，这样哇，杀来杀去，杀到最后越来越薄。啊，有时候他还
为着我非常的拘劳，然后呢，隔了不久之后跟我说，牧师，我无缘无故的得到一种病，叫做肝癌，是不是神在惩罚我？我说不是，神爱你，让你能够放下世界的重担。一个 important 片下就啊，放下世界重担，那他是快死了。我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不要再过分的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就这么神爱你，你是他的儿女，他要你专注在他的什么？他那里面，你的思绪，你要跟说神啊，我的整个的思绪，我的整个意念，我的整个情感，天天就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不是每天早上读经祷告而已，而是我每天呢都想说，神啊，我要跟你合一，我就活在你的里面，我就是一直活在你的里面。不止这样，我跟神说，神啊，我要顺服你，我要你所说的话我都要相信，我要顺服你对我的带领。这个顺服是最难的，顺服神很难，对，顺服人对你的带领很难。弟兄们，你有没有发现，那你回家太太说什么你就说好，家里会不会很好过？会不会太太如果说不好啊，你就说什么不好，太太说好你就说什么说好，完全的顺服，你会不会过得很快乐的生活？你有这样感觉的人，弟兄们请你举手我看看。必要在哪里？我们不是在过这种生活吗？我是相反的，我知道没有关系。那么反过来说，先生说的，你说说说，先生说是你就说什么，就是说不是你就什么，不是啊？有没有很难？天天都 fighting， 就是为了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意见。神引导你到他的面前。你要完全的相信他。我每次在看这些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很激动。我说神啊，这些所有圣经的所有的神迹都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跟你说，神啊，所有历史上的神迹我都会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甚至还曾经举着手说，神啊，让日头停止，然后他从来没有停过。我是曾经也在要去打高尔夫球 的日子，然后下着大雨，然后阿雄跟一个阿龙开着车载我去，然后下着大雨他们就说我们回家吧，我说不行，我已经出来了。我说那个阿雄夫人说啊，对哦，牧师老大，那把车窗户打开，风雨师傅命令他把乌云怎样打开，太阳照下来这样哈。我们就真的把窗户打开，然后向着乌云密布的这个天空宣告说：乌云消除，打开，太阳照下，你知道吗？三分钟，我们在开的那个车子，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阳光照着我们，一路照到球场。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女生要去跟我们打球，她到球场的时候，整个人都温暖。她说：怎么这种事发生？从此以后我们找他打球他就不敢来了。你就试看看，就所有圣经所描述的事情，因着你过着顺服的生活，你就试看看，你就大很有信心的一直试他，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会充满神迹，你生命会充满神迹。当你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以利亚遇到饥荒，然后那个寡妇的家，那个寡妇说：“我们只剩下一点点的面粉跟油，我们吃的死了就算了，你知道吗？”但是呢，以利亚就跟他讲说：“你先做一点面，一点饼让我吃，你的家的面不会减少，你的米，你的里面的油也不会减少，你就试看看。”结果他做给他吃，三年六个月，他家都没有减少什么东西。这个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钱，什么都没有。我们有十几个同工住在一起，我就跟同工说，我们菜钱从早上到晚上是500块，我们要吃500块吃一天，我们要这样过一年。结果真的是500块吃一天，这样过一年，我们吃得很丰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去买菜的弟兄姊妹都会自己加钱去买。
我在想说，一定要有信心。我觉得你常常激发你跟神那种关系，说神啊，我在困境的时候，我还是要把那个一个小块的面包，然后奉献给神，给神人，给神。你相信神不会让你饿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秘诀，很奇妙的秘诀。说你要顺服，还有你信使，你跟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要算话。因为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话要怎样？要算话，不要说的话怎样？不算话。我最近一直在悔改，我到底跟神说了很多少话，没有实现不信使真的，我一直在悔改当中，你知道吗？最近我遇到一个笑话，自己就转不过来。我有一些扩大机想卖，因为那些东西我都没有用都很重，都七八十公斤，一个七八十公斤两个都160。喇叭都很大，一个喇叭都几百公斤这样啊。我就按着那个东西说，神啊，这个东西你把它卖掉以后，这个钱是你的，要奉献给文创的，这个要奉献给文创的，这个要奉献给文创的。有时候漏掉一个我就忽然之间又回来说主，刚才这个没有祷告到，这个卖掉也是你的，你知道吗？所以在去年呢，我就忽然有一个早上，我那个 driver 就是那个叫做 compressor driver， 就是那个烘上头，就是后面那个烘上头，我就按着说，主啊，这个把它卖掉，这是你的。我忽然之间有这个感动，忽然之间有人打电话来给我，牧师，你有没有那个东西？我说有啊，你卖多少钱？说40万，他说40万。你送过来，你送来给我的，我就真的拿去给他台北那个人，就给我40万。那40万，你知道拿40万回来的路上有多刺激吗？你知道那个拿那个神啊，我可不可以拿一些佣金？这个还要车位呢，这要时间哇，跟着一直计较到最后算了吧，还是奉献以后心中就怎样？就很快，就很平安了。我今年又发生一件事了。过年前，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你有没有一个型号叫做87？”我说：“有啊。”卖了没有？没有。不是去年香港人跟你买的吗？我说：“没有啊。”他跟我买，可是到最后股市下滑，他就没有买了。说：“大你今年要卖我这？”我说：“去年卖4万块，今年要加1万块，美金啦。”没钱，他说：“这样哦，差不多了，那你就再来吧。”我就再去，再去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个礼拜，那个人就来买了，一个人就来买。他买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弟兄朋友就打电话给我，叫他接电话，说：“你牧师就卖我这啦。”我跟他讲说：“我要卖55000，太贵了啦。”到底做再讲一次？我说55000。传道人的爱情被冲散了。哇，很刺激呢！传道人要爱那么多钱干什么了？我说没有，我在做奉献的了。这个要奉献给神，要盖一个文创。他说再开一个价。我说好了，50000，因为至少比去年多了5000块嘛，你知道吗？我说50000，好，就50000。好，那你把教会的账号直接给我，我就直接汇到账号。各位，150万呢！哇，我就。然后我有答应过那个介绍的人要给他几万块嘛，修理的要几万块的。我不是只有失落150几万，我还失落什么，你知道吗？还要雇佣金。我就跟主说：“这样公平吗？”你看，我们跟神有很多的这种吵架，对不对？我发现到遇到钱的时候，我们人性都跑出来，我们就好像所有的神的同在就不见，那个亲密的关系都不见了，呼也是这样，我都呼呼掉，你知道吗？就是讲到钱就是利益，我就发现弟兄姊妹跟神建立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我跟各位说，跟神建立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常常跟神说：“神，我要爱你，我要单独跟你过，而且要跟你合一。我相信在我的里面，我是顺服你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顺服。不止这样，我要信使，我现在也信使。不止这样，我每天都要赞美你。你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我这样在跟神做这种信实的关系，我也提醒各位，神爱我们，我是他的儿女，你给他100块，他会给你1000块、10000块。我真的是一直在经历这种事，我真的经历我给神的东西，神从来没有白白的拿我的东西，他常常让我发现到，其实很多的钱，在地上他会把他属灵的产业跟属地的产业一直赏赐给我，他一直就这样的就赏赐给我。所以你一定要过那种现实的生活，还有一样，你一定要常常去赞美神，跟说神，我要赞美你，你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你设立宝座在我的心中，你设立了一个奇妙的圣灵就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你的能力，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恩膏。我常跟说神啊，我是属乎你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常常仰望他。当你在这个地上想发光的时候，想发光的时候，人家看到在你身上有神的香气跟荣耀的时候，就常常的怎样，跟他有一个非常美亲密的关系。你不要一直用你这个头脑来跟神建造关系，神不是在这里要跟你建造关系，神是要用你的心灵跟生命跟他建造关系。秦汉吉还有钟林我们这个很美好的团队来唱一首歌来赞美神好不好，来把时间交给他们。我敬拜你。
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恩待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孽，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牵引到你圣洁光明的国度，而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来继承产业的，我们不会动摇，不会怀疑，也不会挣扎。主啊，也让我们跟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里面满有你的生命，满有你属天的能力。主啊，祝福着我们。主，现在我们要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也求你悦纳，也求你真的打开我们的心，相信我们的奉献，神会千百万倍的收成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奉献。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不要介意这个奉献。伤痛花，摇颤搁惊吓，做做困巴当当，我袂牵着你的疼。祝你疼我做宝贝，不怕放舍我，予我永远惦在面前，不免搁着惊。祝你的疼透破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啊我坎坷也开阔，全无什么会当疼散。祝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的疼，我的心忧伤痛悔，摇颤搁惊吓，做做困巴当当，我袂牵着你的疼。祝你疼我做宝贝，不怕放舍我，予我永远惦在面前，不免搁着惊。祝你的疼透破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啊我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会当拆散。祝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什么会当拆散。祝你的疼，祝你的疼透破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会当拆散。祝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什么会当拆散。祝你的疼对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什么会当拆散。祝你的疼
特别感谢你跟我三个同在，也感谢你用你的话深深刻掉在我的心里。我感谢你也奉献金钱在面头前，愿这些奉献都成为神的喜乐，也愿神喜乐的接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早上有几个新来的朋友，有一位弟兄叫做曾正胜一个弟兄，好，我欢迎他来，欢迎他来。还有一个是周永琪姊妹，欢迎你们来。OK， 希望这些新来的朋友能够到地下室接受我们的招待，好不好？来，请各位站起来，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好。让我们大声来呐喊七声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向前走，